是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的学生王顿，我在疫情期间写了这首歌，送给所有医护工作人员，致敬中国医生。小时候体弱多病，经常去医院会看到白大褂，妈妈会告诉我说可以不用再害怕，管他问题再大，他们是天使会拯救我们的生命。不只是偏见，是儿时的憧憬浮现连篇，这样所有人不再害怕生病。我一直拼了命的学习，为了完成跟着在我心底的梦想，时常需要安慰自己别急，付出的一切会有收获，没法期待中奖。到最后终一天让我发现，以前这么多年做的一切，让种下的种子终于开出了花。也曾经有些人问过我为什么想选择这样的路，可能是天使给我的指令，或是白色的大褂给我的使命。从没将自己视为伟大，我也想有天使的翅膀将你们保护，然后说句别怕。别走了，外面的风那么大，为什么你们还背对着家？ Angels in white, heroes in white。 别走了，外面的风那么大，为什么你们还背对着家门？ Angels in white, heroes in white。 2020的春节被不合时宜的恐惧笼罩，温暖的祝福和每个亲吻都被阻挡在N95的口罩，每个人都不敢走出家门，人自危除了他们。你们是谁的子女，谁的父母，又是谁的家人？年夜饭吃告别爸妈，别担心我很快回家，告诉孩子我抱歉没法陪他，为了更加需要你们保护了大家。你们是战士的拿起了枪，走上了战火无声的边疆，复活这片土地受过了伤，谢你们为这黑暗带来的光亮。很显然能力不够，有的异能和你们一样优秀，有你们在过去病痛 No more 里面，就在漫漫长夜之后。你们是我的榜样，指引我前进的方向，说不出过多煽情的对白，希望你们凯旋平安归来。别走了，外面的风那么大，为什么你们还背对着家？ Angels in white, heroes in white。 别走了，外面的风那么大，为什么你们还背对着家门？ Angels in white, heroes in white。当你们面朝着前方拆了小后，你们伟岸的后背洒向人间的方向，只看不出丑陋心灵的臭味。你们是否也曾后悔，也曾看着心皱眉，可是还有肩膀上的使命，手中的生命，你们不能选择后退。全心付出换来一次次的伤害，曾经的誓言渐渐变得苍白，面对重伤就怀不张开，那赤子之心还会一直存在。爱无法成为铠甲，竟然还需要付出代价，爱会被利刃击穿，泪水打湿了臂弯，治愈了疾病又拿什么治愈心灵？我捍卫众生，却被众生抛弃，孤身战斗的高地，索性愤恨无声，否则将震耳欲聋。索性现在有你，后背还前仆后继。别走了，外面的风那么大，为什么你们还背对着家？ Angels in white, heroes in white。别走了，外面的风那么大，为什么你们还背对着家门？ Angels in white, heroes in white。